你是被关在里面的醉仙，你想骗我把你放出去。我劝你最好不要将本座跟这些杂碎相提并论，本座耐心有限，赶紧把这昊天针给我震碎，否则本座现在就杀了。哎呀，你不过就是一介醉仙，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呀？张口闭口本座本座的，你不就是法力比我厉害吗？整个水云天随便谁法力都比我厉害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换了身了，你现在杀了我就等于杀了你自己，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。来，你倒是提醒了我。我头发，别忘了，你现在也在本座手里。我跟你没完。本姑娘今天就让你秃顶！住手！胆敢如此放肆，信不信本座现在就卸了你的胳膊？那我就割了你的脖子！还敢胡言乱语，这舌头怕是也不想要了。你敢动我舌头，我就运用灵力毁了你的仙根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呀？反正我的仙根都已经坏了，大不了破罐子破摔，谁也怕谁啊！我的头发，留了一千年的头发，全没了。不许哭。簪子也戴不了了，以后还得待在你这个可恶的醉仙身体里面。我叫你不许哭。仙考也没戏了，我以后再也回不了司命殿了。我现在才1500岁，还这么年轻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？起来。你把头发还给我！我叫你起来！你把头发还给我！行了，起来。把脸收拾干净。是本座趋于危险，你倒是古今第一人。能让我哭出男人的声音，你也是古今第一人。我现在一刻不想在你的破身体里面多待。不就是什么昊天阵吗？本姑娘今天就震碎一个给你看看。我出去了，我们赶紧想办法，越快越好。天界之人向来自诩清高，事到临头也不过是只顾自己，还不是要帮本座毁这封印。我就是一棵小兰花草，如果要一棵草来考虑这些事情，那要那些天兵天将天地仙君做什么？再说了，我师父说了，抢人饭碗如杀人老母，这种事情不能做。
小花妖，你倒是有几分月族人的特点。你行了，你别打扰我了。你的身体我不会用啊。世上怎会有如此蠢笨之人？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就会嘴上使唤。罢了，果真指望不上你这废物。万事有果便有因，定是你与本座做了什么才导致幻身。如今只要重复一遍换身前的行为，说不定可以换回去。先救回来了。荣浩仙君来了，在内室等着，快去把我从北冥带回来的上等绿焰酒拿来。他这个人别的不好，只爱美酒，快去。是。云中水阁在大白凯旋庆功宴，热闹非凡，你偏不去，架子不小啊。我区区一介散仙，不去也无妨。可你这个凯旋宴的主人不去，难道不怕云中君责怪吗？今天加固封印符，有个无辜的小仙女掉入了昊天塔，我没能救她，枉送了一条性命。可兄君他们却毫无反应。那便是了，水云天这群伪君子，我向来不愿与他们把酒言欢，你是知道的。我也一样，宁愿和这积水空山为伴，宁愿和你喝一杯。北冥绿焰酒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西山可真是个好地方，想来那神女西云一定是经验绝伦。手里拿的什么？新上人的东西？没什么，一方素帕而已。
原来这里还能有前锋啊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我说你素日里干嘛老盯着一块素帕看个不休，这上面诗文图案一并全无，你究竟在看些什么？没想到你是把图案给藏起来了。其实话说回来，你与那神女只是空有婚约，又没有见过面。再说了，她都走了30000年了，万一她不回来了呢？我和神女的婚约，即使她出走30000多年，我也得四方征战寻她踪迹。你别胡闹了。好好好，我要是把你惹毛了，只怕以后我在这仙界连个喝酒说话的人都没了。我说你呀，就稍微放松一点，那么紧张我都替你累。喝酒。方才你不是还挺神气吗？一般一般。本座能重建这九霄星辰，还多亏你。本座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后来就不必了。师父教我一下，是不足。
太好了，我逃出来了！昌恒仙君，成功了，昌恒仙君没事了。昊天阵完好无损，那到底是什么响动？ 仙君，昊天他底部牢房破损，有醉仙逃出来了。运气真好啊！刚才不知是什么震动，把这牢房的墙都给震碎了。走，快走。 把他们押回昊天塔。带走。是。 禀告兄君，方才两名趁机逃脱的醉仙已被押回昊天塔，其余在押醉仙，昌恒正一一过数，并分配狱警守卫向各处巡查。昊天阵如何？ 听说了吗？昨晚昊天塔的醉仙越狱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昊天塔可是禁地啊，谁知道？战神长恒已经把逃跑的醉仙都抓了回去，一个都没落下。真的吗？那还有假？有长恒在玉江，怕什么呀？也是。
装什么呀？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还不是打不过长恒仙君？怎么样，被抓了吧？商榷，商榷在此等候你三万年了，旁人都说尊上已死，如今我终于等到尊上重归三界。死？本座乃不死之士，随我去玄虚之境。把他们投入化魂鼎，炼化成碎气。是。禀阁主，去找西山神女的人回来了。回流芳阁。全在这儿了。废物，找了这么久只找到一些低贱的花草精灵，卑职无能。罢了，主上为此筹划万年，不急于一时。阁主，万年来我等早已寻遍三界，不知主上要找的究竟是何人？不该问的少问。是。押去化魂虚。是。准没错，对对对，满意吧？满意满意。那欢迎大哥下次再来啊。好好好，慢走啊。你来干嘛？今天姑娘我有的是钱，特地来照顾你生意。不会错的，我铺子里新进的好东西，南极仙珠的奇药无极乾坤丹，这次肯定能治好你的仙根。可是吧，我买我买。这无极乾坤丹三颗见效，八颗根治，每瓶正好八颗，即460又五颗下品灵石，折上品灵石28颗又六分，算你老顾客友情价，这六分抹去，剩会28颗上品灵石，你这些还差7颗，拿来。嗯，这么多，嫌贵啊？啊，杰离，杰离，我们两个是不是好姐妹？是啊。那既然我们是好姐妹，我又是你的老主顾，友情价才抹去六分，我们的友谊只值六分吗？这不太合适吧？是不太合适。
咱们的友谊是无价的。嗯，那就6分也不磨了，28颗又6分，1分都不能少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！你影响我看账了。我不管，今天谁让我非买不可，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你不给我，我就不走了。随便你。掌柜的，这衣裳，这衣裳怎么还在这儿？这不是前几天就该送去流芳阁的吗？这几天太忙，忙忘了。那不快送去啊！我可不敢啊！掌柜的，流芳阁那帮人最狠了，我现在送过去，免不了挨一顿骂，搞不好还得被他们打一顿呢。哎，掌柜的，你看，就是把我打伤了，以后谁帮你拼命干活啊？是不是？给我吧，忙去。是。喂，既然是姐妹，我就帮你这一次。帮我跑个腿儿，把这衣服送去流芳阁，我呢就把这无极乾坤丹赊给你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哎，但赊账利息要50%。50%。行行行。主张大计系于此物，不可有半点闪失，如有异动速来报告。是。凤凰草就跑了，快，你去那边给我搜。是是。穿上衣服，赶紧出来。不要，不要杀我！外面乱哄哄的，是在找你。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我也不知道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我还不想死。我想办法带你出去。去那边看看，这边没有发现，急去找。这有命布，怎么可能？真的是命布。命布不是应该在司命殿吗？怎么会？尊上，300年前那场两族大战，10万士兵被封印在此，
我们唯有解封他们，才能反攻水云天。坐有金刚环乃不死之身，三界至尊，凭你一介女流也想斩本座于剑下？月尊，轻敌乃兵家大忌，弱者方有大忌，本座从无禁忌，你输定。大战之后，你的死讯传入了苍岩海，巽风殿下继任为新的月尊。然而不过百年，南北二幽王相继叛变，自立为王。这三万年来，苍岩海内乱不断。巽风，我那弟弟还是那么愚蠢。先祖情况如何？回尊上，这三万年来，仙界趁着苍岩海内乱，攻城掠地，最近更是侵占了北冥一带，如今愈发强横。水云天这帮伪君子，只能用这些宵小手段困住本族，趁机欺我月族无首罢了。我苍岩海十万精锐，怎能受如此？今日本座回归三界，定要带领昔日部下重振苍岩海，扫平水云天。
怎会如此？朔风剑乃方印之阵也，神兵刃主，唯有赤地女子才能让他松动。可三万年前，他元神尽碎，灰飞烟灭。什么人？竟敢来海市撒野！我是水云天的仙子，你们想干什么？